师兄，你跟阿公出来佚佗？爸，那你想要跟小小先生讲出来，我绝对袂答应。我找不见安琪，是织田拓海以前的老朋友，而且不安琪，只有一个男朋友，就是织田拓海。你不是安琪，你是我的爸爸。我希望小小会当对着我的辛苦边，唔那是会当来弥补我，我接受爸爸对草根的亏欠，我想接受爸爸对上基本的爱。小小的妈妈跟哪一个？妈妈，我的坚持一直拢无改变，小小是我的草根。伊无需要去甲啥物人相认，更加无可能去别人兜做别人查某。交予你。我即摆当变成一个全世界上最幸福的查甫人。你想要利用小小，去予织田拓海排空？我毋是，我是要予织田拓海知影讲，有一个清晰查某囝伫遮。王上豪因讲的迄个歹心的牛总裁，哪会甲我印象的天使总裁无共？哎，你，还有你啊！怎个变矮啦？我要看下变相啦！拜托拜托，什么形状好？来一个保镖，我袂好抓到的。师兄，你跟阿公出来佚佗？爸，那你想要跟小小先生讲出来，我绝对袂答应的。我找不见安琪，是织田拓海以前的老朋友，而且不安琪，只有一个男朋友，就是织田拓海。你不是安琪，你是我的爸爸。哈？小龙珠的爸爸是只有贵家所有人生。啊，那小小的妈妈是二丈跟木村富美生，这血统差啊多。小龙珠哦，根本就无法躲避。小龙珠不是别人的后生，伊是我织田拓海的后生。我也希望小小会当对着我的辛苦边，唔那是会当来弥补我接受爸爸对草根的亏欠，我想接受爸爸对伊上基本的爱。小小的妈妈跟哪一个？妈妈，我的坚持一直拢无改变。小小是我的查某囝，伊无需要去甲啥物人相认，更加无可能去别人兜做别人查某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